下个礼拜二，对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三军总医院。三军总医院，那哪等时期请假，爸爸妈妈恁老公哦，有兴趣的，尤其对着这个更年期，其实哈、哦，更年期唔免惊，但是你一定还是要了解。听一个讲座的对啊，听一个讲座你就知道讲更年期怎么应付它。对，对不对？而且是可以很快乐哦。真的，所以讲呢，哇，今天你来这边也很高兴，我哪有时间我嘛一定去听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。我紧啊，无时间来听吼，咱敲电话蛮晒。敲电话蛮晒，敲电话你会难讲吗？免钱哦，免钱，来你甲咱报一下。来，来哦，080。哎，080。000。我要年轻。我要年轻。5107。嘿，5107，有好记无？对对对，0800。零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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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零
咱若讲有想要了解这个啊，做有关更年期的问题，都可以打卫视电话、刷电话来做咨询。对，早上九点到晚上六点，礼拜一到礼拜五。那、都是你亲自服务，跟他跟大家解答。我们有接线生。哦，有接线生。哦，我就知道，一波可能跟你亲自来，你是你是那个做卫福部的，那个做卫生讲师，所以讲一波可能亲自接电话。咱若讲真正要听伊讲话，要听伊讲这个啊，更年期的代志，就是爱去伊的这个做一般的这个啊做讲座哦，去听，才会当亲身感受啊。对，粉丝上面直接找陈洋洋就可以了。对，找陈洋洋就可以了。安尼知影哦，唔知影我建议你再问家先，我甲留电话哦。来，谢谢，谢谢。等一下，我要跟你借一分钟的时间，因为接着我们准备要进广告了，好不好？来。感谢咱电视机前所有的好朋友哈，刷落去就是咱这边进广告的时阵，赶快大头爱杀出来，赶快！这部中所推荐介绍有两个产品，爸爸妈妈你有需要有欠用，每个家庭甲明明听收支持好朋友，甲连麦拢会使敲咱的电话哈，电话拢会使敲提醒，即个咱就准备来进广告，大家做回来哈，一二三哦，一二三进广告。